好漂亮啊！没，新娘太美了，你一定要幸福。结婚以后就别像个小孩子一样任性了。真的，婚纱好漂亮，嫁的也很漂亮。不过我们家生最漂亮了，但是结婚呢，一定要包容哦。新婚快乐啊！是结婚了要三房。 防火、防盗、防闺蜜变小三，别说那么多没用的，我就一句话，少说话，多办事儿。多办事儿，多办事儿。你们，你走吧，你走吧。哎，小九，你是韦先生吗？小九跟我们有些事情协调不了了。 你方便来一趟吗？好，我找就到。真好看。那是。我以前的婚纱送给你吗？有机会补偿你。刚才韦小五打电话说，他来不了了。哎呀，又是因为小九吧？哎呀，怎么办？对啊。 决定我心里的季节，为你有的纷乱和惨烈，多美的诗篇。哎，他来了，正好啊，让他牵你进场。最孤独的少年，露出最幸福的欢颜，坚持要用一生的体贴，说一份感谢。 我是火焰，烧起了冷冽，粉身打造温暖的世界。听你许的愿，帮你去实现，生生不息，挚爱不灭。我是蓝天，驱散了云烟，只留晴空吞人了风雪，让你闻花香，为你扫落叶。 你穿上婚纱，跟我想象中一样的美。谢谢哥。爱无需在身边，距离会被真心穿越。我愿意愿乘一弯残月，成全你喜悦。 我是火焰，烧起了冷冽，粉身打造温暖的世界。听你许的愿，帮你去实现，生生不息，挚爱不灭。我是蓝天，驱散了云烟，只留晴空吞人了风雪，让你闻花香，为你扫落叶，生生不息。 比永远更永远。爱也许不是牵手带你到终点。
仍是该放手送你去转泪点。我是火焰烧起了冷脸，分身打扫温暖的世界，听你许的愿，帮你去实现，生生不息，只爱不眠。我是蓝天驱散了云烟，只留晴空吞忍了风雪，让你闻花香，为你扫落叶，生生不息，比永远更永远。让你闻花香，为你扫落叶，生生不息，大家好，不见不散。这是一个幸福的时刻，今天我们众亲朋好友聚在一起，要见证新郎程天佑、新娘江生的庄严的婚礼之约。在婚礼开始之前，我要先询问大家，现场是否有人反对？我反对。如果没有人反对的话，那么我宣布婚礼正式开始。请问新郎程天佑，你是否愿意娶江生为妻？是否愿意无论是困境还是顺境，富裕还是贫困，健康还是疾病，快乐还是忧愁，都将毫无保留地爱着他，对他忠诚直到永远。我愿意。请问新娘江生，你是否愿意做程天佑的妻子？是否愿意无论是顺境或逆境，富裕或贫困，健康或疾病，快乐或忧愁，毫无保留地爱着他，对他忠诚直到永远？我愿意。新郎新娘交换结婚戒指。下面我宣布，你们正式成为合法的夫妇。新郎程天佑，你现在可以亲吻你的妻子了。江小姐。程先生，程太太，喂，江生，哥代替爸爸牵着你的手，送你出嫁，你要过得幸福，爸妈在天之灵也会感到欣慰。
哪怕让你失去一切，一无所有，为了换跟我在一起，你也愿意吗？现在这句话，应该是我问你了。我已经一无所有了，你还愿意跟我在一起吗？不愿意。 我呀，爱的就是你的外在。你怎么还这么傻呀？你才傻呢！为了我，全世界都不要了。从我第一次看见你，你喝醉了，仗义的要帮小九。 跌跌撞撞的撞到我怀里来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愿意给你我的全世界了。在你很小的时候。 你已经是我的全世界了。好了，别感动了。都这么晚了，春宵这么短，赶紧回家吧。我的手指酸了，刚刚签了一大堆不平等条约。 帮我揉揉嘛，不是这边，右手。以前，爷爷让梁生做选择的时候，你说幼稚的人才会为了儿女私情，放弃家业，放弃责任。没想到如今，你也做了这件事儿。我没想过要放弃自己的责任，我一直以为可以两全其美。 可是到了今天，我才知道，自己也可以这么幼稚。尽管我不想承认，但是我不后悔，因为她是我的妻子，我不能背叛在婚礼上刚刚对她说过的誓言。成家就拜托你了。 好好对我哥，他值得得到你所有的好，大嫂。他。 没让你难受吧？没有。他肯喊我一句“大嫂”，我已经很开心、很感激了。其实，他能来我们的婚礼，我也很开心、很感激。是啊，我也没想到天恩会过来。我说的不是天恩。
你是我哥呀。我见到他来了，我心里真的很感动。我也没想到他会过来，谁让他就我这么一个妹妹呢？那个抽屉里头好好找找。没有啊。怎么会没有呢？一个很漂亮的小红包包。红包包好看极了。这个吧。哎呀，这是紫的。那就没有了。再到这边看看。来来来，天佑啊，这边这边。啊，没有啊。看看那个抽屉里有没有。这边啊。没看到啊，你再想想放哪儿了。你要找的东西很重要吗？嗯，非常重要。你要找不着啊，我就不告诉你。好，找找找找。这边是不是你放旧东西的地方啊？会不会又在那个放旧东西的那个盒子里面？我看看啊。找着了，找着了。以前呐，自家的小子娶媳妇儿啊，都讲究三金。我知道成家的爷们儿呢，他们不懂得这些事儿。来，给你拿着，好看吗？谢谢奶奶。真好看，奶奶，我的呢？前些日子你们结婚了，我因为身体不好，没能去参加。这些就算是我一些心意，我给你们的礼物。好了，吃饭吧。在婚礼上看到你真的很开心。你也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新娘。天佑对你有心，我相信你们两个人一定能白头到老。嗯，谢谢哥。江生都出嫁了，爸妈在天之灵一定会感到欣慰。我记得妈在过世之前跟我说过，让我好好照顾你。我现在只能把你交给天佑了。其实结婚以后啊，我才深刻感觉到自己要学着适应另外一个家了。以前小时候啊，打打闹闹的时光感觉离我们越来越远了。这不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吗？偶尔想一想我们小时候做过的蠢事，觉得还挺温馨的。是啊，我还记得小时候你经常把月亮当成荷包蛋呢，还想吃它呢，还得配上哥煮的水煮面呢。
可惜，现在不能随时都看到哥了。江生，虽然哥不能陪伴你一辈子，你不能经常看到哥，但是哥希望看到的是你幸福。哥也一定要幸福。哥会的，你记得啊，你嫁到程家以后呢，你要好好学习怎么做程家的贤内助，怎么帮助天佑。啊，好啦，我知道了，我会好好珍惜。嗯，给，去吧。谢谢。那，吃热汗。笑什么啊，傻呵呵的。我觉得我自己幻想成真了。什么幻想啊？幻想你成为我的程太太。是老妈子吧？没事吧？是我太开心了。是吧？你在干嘛？没事，睡吧。谢谢，谢谢啊！哇，怎么搞的？一大早买这么多东西？这是我买的空气净化器，还有 TCL 智能电视。没事，我们可以一起看看电影啊什么的。你是不是有什么新婚恐惧症？去去去，别闹，帮我抬进去，走。好。喂，肚子饿不？吃一个吧。嗯。来，来一个。不吃啊？怎么了？这可都是你平常最爱吃的路边小吃啊。嗯，这些东西我们以后都不吃了。你今天很反常哎。这些东西口味太重了，对健康不利。身体哪有那么容易受影响的？反正以后我们都不吃了。哈哈，反正也都是想给你吃的，都听你的。啊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太霸道了？仔细想一下，我觉得你现在是太幸福了，你想用这种方式来延长我们幸福的时间。是啊，想跟你白头到老。白头到老啊。怎么了？没怎么，你忙吧。怎么这么伤感？才不伤感。
是幸福。我从没像现在这么幸福过。天佑，我们一直这样下去吧。想象你离开了我，我该怎么办？最近家里怎么样？啊，田恩呢，现在正是积极的掌管公司的业务，算是挑起了大梁。嗯，是这个，不错，这个好，谢谢。行了，我自己来就行，啊，我自己家就行。那，嗯。多吃点。好。不是还有个汤吗？哦，对，我还炖了冰糖雪梨汤。嗯，等一下啊。结婚以后啊，每天都吃这么清淡的。啊。其实，你不用那么紧张。天佑没什么大病，只是肺部一点。轻微的感染，啊，这是陈天佑的体检报告，基本上都正常，除了肺部有轻微的感染。哦，严重吗？不严重，只要平时多注意休息，好好调养就行，问题不大。钱伯，已经照您的意思修改了程总的健康报告，您确定要这样做吗？那时我之所以跟老爷子说那么严重，就是想促成你们的婚姻。谢谢你啊，钱伯。这件事就别告诉天佑了。钱伯到底跟你说了什么呀？没什么啊，秘密。说说呗，让我也学习学习，以后这样每天让你开开心心的。你是程天佑，这就够我每天开心的了。不过我有些纠结。怎么啦？虽然你刚刚讲的我很开心很感动，但是我又担心你会委屈自己来适应我。我想要的婚姻是我们爱情的延续。放心吧，我永远都是我，我们永远都不会变的。我想魏家平了。如果我爸妈知道我现在这么幸福的话，也一定会很开心的。那我们
也找一个这样的地方，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记忆和怀念。还有几箱？嗯，差不多了。这个，好，来，我来。哎，早啊！哎，早。看你们新搬来的，来给你们打个招呼。那早上刚钓的，啊，给你们了。你还活着呢，给我们的。谢谢啊。谢谢谢谢。您太客气了。哇，哦，嗯，这是我孙女。哎，小安，来来来来来，跟姐姐打个招呼。姐姐好。哎，你好。小安你好。一直眨眼睛，一直眨眼睛，好可爱啊！哎，老伯，您怎么称呼？哦，叫我老卢就行了。老卢，我是帮房主看房子的。啊，哎，你们也是看房子的吧？哎，老伯，这鱼挺大的，在哪儿钓的？哦，这你算找对人了。我知道秘密钓鱼基地，回头我带你去啊。行，你们忙吧。啊，来，咱走。哎，慢走啊。哎，再见，小安，拜拜。哇，好大呀、啊！水岛的鱼啊。哦，我来。那你拿着。哇。这湿地水岛啊，有十几间这样的小房子，过去都是渔民住的，翻新之后呢，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。需要帮忙吗？嗯，不需要。好了，差不多了。这里呢，不会有人打扰我们，我们就可以过隐姓埋名的生活了。好啊。但你想要逛街啊，那就不行；你想要到电影院看电影，那也不行。但你想干嘛干嘛呢，那是可以的。干嘛干嘛？就。干嘛？干嘛干嘛？你不知道干嘛干嘛吗？笨的，就是。起床了。嗯。啊，你先起吧。你先起。那该多好啊！我可不想太累，照顾你就够我头疼的。你会后悔吗？傻江生，我想这个答案，我只能做给你看。
又找到什么好东西了？这个水岛啊，应该改名叫花岛，好多花我都叫不上名字的。你看，我一毛钱都没有花，就弄回来这么多花。 你捡回来这些枯枝，就用来插花？对啊，可以吗？其实啊，插花呢，它讲究的不是数量，也不是质量。你看，这些枯枝虽然看起来没有什么生命了，但是只要你好好利用啊，一定可以设计出你想要的东西。 听起来蛮有道理的，好像这样插起来，还真有点感觉啊。好看吧？ 这书在说什么啊？我来看看。好金蛇，好美婢，好顽童，好仙医，好美食，好骏马，好华灯，好烟火，好梨园，好鼓吹，好古董，好花鸟，兼以茶银菊虐。 书度诗魔，劳碌半生，怎么？你在胡想些什么呢？感叹吗？我只是觉得。 人的一生好像做梦似的，很多都是虚幻的。现在多好，有你在我身边，现在每一天都是美好时光。唉，现实安稳，岁月静好。 大概说的就是这样子吧。